走啊。我有点慌了吧，他不会开油门，他油门力量大吗？纯种的马路杀手，纯种的马路杀手。他有没有驾照？有驾照，但是很久没开了。很久没开了。他得踩刹车，你得踩刹车一个。哦，你再踩刹车一个。每个人刹车，每个人刹车。等会哪个是油门，哪个是刹车，我干什么去？不是，不是，我现在真知道了。啊、是呀、啊，应该。好，我来教你们。我现在真知道了。然而，那给我点儿，再做一个，再一个啊！我这塞的有纸了，镜头开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们是不是塞了有纸了？那么想吗？多少？